你说你俩天天扒拉这玩意儿，玩不够吗？那你说不打台球干啥呀？多少钱？你看还有几个月过年了，是不是领哥几个出去玩耍啥的？是啊，多姐。玩什么玩？云朵，我问你，什么时候把我姑儿带回来？妈，姑娘向你保证，今年年底必须给你带回来。这还差不多。行了，你们玩你们的，妈出去溜达溜。好了，妈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斌哥，这地方人也太少了，要不要咱们换个热闹的地方啊？哎呀，你行了，就在这儿吧，别来回折腾了，我都要累死了。在哪都一样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一会儿来人了，都给我机灵点。这哪有人呢？是啊，这哪有人呢？斌哥，你看，来人了，来人了。别跟来。小伙子，你喊啥呀？我这么大岁数，你吓我一跳。不好意思，阿姨，卖人参呢，没看着。我是矬子啊，我这么大人你看不着。不是阿姨，我真不是那意思，我这卖人参呢，你还走你的。你这啥参呢？我跟你说，阿姨，咱家这个人参纯野生的，嘎嘎好。还嘎嘎好，这玩意儿都管啥呀？阿姨，我跟你说，咱家这个人参呢，都是从深山老林采的，小孩吃了聪明活脑，老人吃了最低活到一百。真的假的呀？好的东西怎么就这么两个呢？这好东西啊，自然是少了。你以为卖大葱呢？你这丫头说话挺横啊。哎呀，可算找到你们了。你刚才说一百一个，正好五个，一共五百块钱。阿姨，你听错了吧？不是一个，是一克。再说了，这不写着呢吗？一百一克。等等，我捋一下。刚才说一百一个，现在说一百一克，完了不知道在哪整这么个牌子啊！刚才那小子呢？卖他吧，我不买了，我走了。阿姨，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那人走了，你无论如何都得买吗？小伙子，我啥时候说的话了？你有证据啊？哎呀，巧了，你刚才说要买那段啊，全让我录下来了。哎呀，这骗局整的呀，天衣无缝啊！小伙子，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不知道，我刚来的。啊，那没事，你认不认识我是谁呀？你爱谁谁，今天不给钱你就别想走。不让我走，我非要走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你敢拦我？行啊，小伙子，我这么大岁数你敢打我？这么多年呢，你头一个呀。我这一看不给钱我是走不了了。阿姨，你早有这觉悟不就好了吗？这么的吧，你这么大岁数啊，给你打个折，4万块钱吧。小伙子，我着急出来没带钱，是让他们送来呢还是我回去拿？那最好是送来了。这么的吧，小伙子，你还是派人跟我回去拿吧。不会耍花样吧？没事，一个老太太谅他也不敢。那谁，浩天，你跟他去。走吧，老太太，我家可是狼窝啊，你不害怕呀？别磨叽了，老太太，赶紧走吧。小伙子，里面请吧。妈，回来了，这谁呀？刚才又骗我钱，让我带过来取钱来了。兄弟们，招待一下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姐，我到底怎么回事？哥，我错了，哥，你别跟我一样了，哥。别的呀，没错，刚才打得挺准，肩膀现在还疼呢。妈，他打你了？姐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放我走吧，姐，我错了。走啥走啊？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来干啥来了？姐，我啥也不干，姐。说。姐，钱不要了，不敢要了。对，要钱来了。来，王雷，把手机拿出来，一五一十给我录上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姐，我明白，你问吧。你们合伙骗我妈钱。现在来要钱来了，对不？问你话呢。对对对，是这么回事。妈，他们管你要多少钱？管我要4万。红包，你们要4万，我觉得不太合理。我这有2万，你看合不合理？姐，我不要了，
一分都不敢要了。那不行啊，来都来了，我不能让你白跑。最后问你一次，给你20000，你看合理不？合理。喂，拿着吧。姐、啊，那没啥事，我先走了。拿都拿了，你得会花呀，钱得花到大印上。一会儿使劲打，打完送医院，20000都花了，一分别剩。姐，不要了，姐，完事直接来找我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美女，咱家这人参呐，都是深山老林采的，我妈在家都吃，老人吃了延年益寿。太好了，正好给我妈买过去。这多少钱啊？美女，100一个。哎呀，那还挺好啊，不贵哈。可算找到你们了，上次买那不错呀，这几个全给我包下来吧。对不起哥，我先来的，我要买的。那你不是给钱的吗？他要买正常。大姐，你懂不懂先来后到啊？不是你，可是老顾客呀。我不管，我先来的，这些多少钱我都要了。人家可是录着视频呢，你要说买你可得买呀。不是你谁呀，你啥意思呀？啥谁不谁的，这块有生意呢，来接住录。来，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录的正好，我先来的，我都要了。不是傻妞，你这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。不是你怎么回事，我告诉你，少给他多管闲事儿。你有病吗？老板，100一个，这5个我都要了。美女，这么的，你要确定买了，我就把老顾客打发走了。嗯，我确定。那可说好了，你现在不买还来得及，一会儿老顾客打发走了，无论如何你都得买。你放心吧，美女，我肯定买。你买什么买呀，傻妞？哎，哪去了？你可看好了，100一克，一共1斤2两，5万块钱，你还买不买啊？这不是100一个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行啊，你是来找事儿的是吧？今天谁也不想走。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看看这是大爷。我真是低估你。刚才取钱的人呢？你这人不拿钱去了吗？拿完钱直接去医院花了。大哥，他跟老太太是一伙的，怎么办呢？你真是玩大了。你现在道歉还来得及。我道歉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查蛇数，你现在给我跪下叫成爸爸，我兴许饶过你。我查5个数，你给我趴下叫成奶奶，我害你揍你。10。10。5。9。4。8。3。7。2。6。1。多姐都抓回来了，一个都没跑。姐，刚才是个误会。都这样了还误会呢？刚才那劲儿呢？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。让他站起来说话来。腿软。废物，男人软的是心肠，硬的必须是脊梁。站直了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苏兰吗？这是中国。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多少姐？我是中国人。我云朵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好人，但我做的每一件事从来没违背自己的良知。你也不用怕我，法治社会我不会动你一根手指。你要怕的是正道的沧桑，全部带走。